间来介绍佩萱老师。佩萱老师大约在2011年加入南岛大溪地艺术工作室，在2013年与同工作室的有志老师一起通过提莫利特迪黑里团长马瑞玛老师的评鉴进入了表演班。同年呢，也进入狮子的行列。在2013年开始至今，佩萱老师参加了台湾跟日本大大小小的国际大溪地舞蹈比赛，与国际上的舞者竞争，都有拿到非常棒的成绩。大约在3年前，佩萱老师开始往东部推广，第一站就是罗东，再来是花莲，然后也会配合工作室的安排赴台东上研习营。佩萱老师一边比赛获得经验，一边教课，然后训练舞者。我想能够遇上一直能够 push 自己，还有自己的老师，还有 push 身旁的学生，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非常认真推广的老师，欢迎加入我们的课程，也期待大家能够一起跟我们做喜欢的事情，让大溪地舞蹈能够在台湾落地生根。让我们欢迎佩萱老师。